怎么了？这药好像蒙汗药似的。你本身就受了风寒，就应该好好休息。或许这就是蒙汗药专门让你睡觉的。这天色已晚了，你应该回房间休息了。难不成还能凭空变出一堆石头来？也好。盯着我看干什么？或许我们真能变出一堆石料。哇、哦！你不真的烧晕了吧？你想想，我们现在待的地方有什么？你是说？对，走。嗯，你看。李清风，第几次见你的眼里，我要向你坦白一件事情。其实我是大萧的昭和公主，你别怪我瞒着你。皇兄要将我嫁去北周和亲，我不知道此事该如何与你开口，但是我向你保证，我一定会留下来。我会留在大萧，留在临安，留在沐浴，留在你身边。飞去飞去飞去你的怀里，我会做你的副都了，做你相思相许。